那两个个体都还可以，都是二三斤、三四斤的。我讲这个里面的鱼上来都不小吧，这个他别跑了啊啊！我讲这个里面的鱼都不小啊，等了一下，吃的还蛮猛，看见了？我操！我知道到这个塘估计是可以，你看这个鱼身上有健身房了。